悠悠鹤江漫漫古道，连通了五岭之南与中原大地，谱写着分开大地的厚重历史。悠久的广府文化在这里生发最初的火种，绚烂的文明之光铺就了岭南的星光大道，耄耋之年的老人值守着疆场之舞，凝结的树枝精华透露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划过舌尖的醇香凝结着相思愁绪，一条古水道见证着这座城市文明的兴衰变迁，用它温柔而富有生机的潺潺水流讲述着千年的传奇。分开地处广东省西部，位于广东和广西两省区的交界处，正处于纵切两广的云开大山和横贯两广的西江形成的十字交汇处。控扼西江支流鹤江河口是两广通道、湖广通道上的重要节点，因此历来有着两广门户之说。装饰一新的龙船在水面飞速划过，饶手们个个神情激昂，一起使劲，伴随着如雷的鼓点声、欢呼声，丰开县都平镇一场龙舟大赛的气氛达到了最高点。因河流纵横，许多与水有关的民俗活动得以在丰开境内流传，除了赛龙舟，还有棒舞、连船舞，而地名的来源也与河流息息相关。这张出土于湖南马王堆汉墓的地形图是我国发现的最早地图，地图上在南岭以南只标注了封中二字。封是鹤江的古称，交通不便的古代，水道对运输和战争用兵作用极大。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秦军为统一岭南，修建从湖南潇水直达风水源头的陆路通道，风水成为楚越交通要道，后来学者们命名为萧贺古道。这条古道呢，因战争而生的，在这之后呢，又因为特殊的位置带来了更多的硝烟。这幅地图的标注表明，汉初呢就把风水流域列为进攻或者防守的要冲。封开县北部的溧阳墩墓群发现于1988年，大部分墓葬的历史可追溯到西汉。墓中的长剑、戈、短剑等武器可以让人们一窥风水流域铁马金戈的过往。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后，在岭南设32县，为了维护风水交通线，风水流域便占6县。在风水之阳，有了第一个以风水为名的县名丰阳县。现在的丰开一部分属当时的丰阳县，一部分属广信县。此后政权数度更迭，隋灭南陈，南汉与楚大战，宋伐南汉，战火都在此蔓延。这座坐落在封开江口镇的古城始置于隋，城门上的封州二字如今仍清晰可辨。封州辖区就包括现在的封开，因为特殊的位置，风水流域一直被统治者密集设置行政机构。风水它成为历代政府控制岭南的重要中心点，伴随行政机构的设立呢，人口也迁移到这里来，
为岭南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翻开博物馆中，人们正在参观各个时期的文物，历史的书页翻了又翻，这座城的名字变了又变，却始终与这条风水有关。1952年，曾经丰州下辖的丰川与开建二县第一次合署办公，丰开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此后几度更迭划分。1961年，丰川与开建重新合并起来，丰开这个名字被确定下来并沿用到今天。历经战乱，当年的马蹄声已经走远，硝烟散去，群山逶迤间，风水之畔换了人间，矗立着年轻的丰开。代代丰开人民在艰难的生存条件中创造出来的灿烂文化，一直在这里流淌着，经久不息。风水不仅和丰开的地名由来息息相关，秦始皇修建萧贺古道后，连通楚越的同时，珠江水系得以和长江水系相连，长江水系可通达古都西安，珠江水系可源抵越南，于是多种思想经风水交汇，塑造了博大精深的广府文化。广府文化是中原汉文化，尤其是楚文化、南夏与百越文化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地域性的新型文化。它是以广州为核心，以珠江三角洲为通行范围的粤语文化。清初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就有：“广府文化始然于汉，赤于唐宋。”至有名乃赵于四方焉的记载。最近，丰开县第四届广府文化论坛即将开幕，县博物馆原馆长陈楚元邀请好友暨南大学教授侯兴全共同为论坛讲座进行实地调研。丰开县觉村是丰开著名的状元之乡，岭南第一位状元莫宣清就是在这里出生成长，二人在这里找到退休教师莫新海，了解状元之乡背后的文化故事。当时他还在亭室上面做了一首诗：“长川寒未涉，波底润灵珠。树破伤平墨，人归教主日。”这首诗是莫宣清在唐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亭室现场所作。莫宣清是科举制度诞生以来岭南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此后他成为岭南无数读书人的楷模。广府文化至于唐宋，说明呢，在唐宋时期呢，是它的繁荣期。在我们丰开的主要体现呢，表现在科举鼎盛，人才辈出。据县志记载呢，在唐宋时期，我们丰开啊，一共走出过27名进士和100余名秀才，是岭南的文教重地。第一状元的故事就这样激励着代代岭南学子，开启了上学之风。据丰开县志记载，丰开此后出了27位进士，100余名秀才。状元之乡里，村民们正在排练一种名为麒麟白马舞的民俗舞蹈。状元和状元夫人分别骑着白马、麒麟，随锣鼓节奏穿插起舞。各位乡亲父老，你们好。今日大州镇麒麟白马舞到你跪厅嚟演出，多谢你对我哋麒麟白马舞嘅支持与厚爱。
麒麟白马舞形成于宋朝初年，取材于莫宣卿高中后衣锦还乡的故事，是封开人纪念莫宣卿和传承状元文化的重要载体。无论是学堂之中还是乡野之间，莫宣卿的故事根植于山间沃土，经过代代流传，影响着封开文化的方方面面。这几天，陈楚元一行通过走访，还在封开境内发现了大量古码头、古村落等文化遗迹。这个紧邻鹤江的古村落名叫白沙村，这里依然保存着六七十间清末时期的大规模商铺。明清时期，南来北往的商客聚集封开，白沙街成为两广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形成封开兼容并蓄的文化内涵，也带来了大量中原沿海的多元民俗。明代广府文化有赵四方之势，足见它的文化深度、广度和影响力都非常巨大。在这种形势之下呢，也就产生了大量独具岭南特色的民居和民俗文化。封开县文化馆第四届封开广府文化论坛盛大开幕，陈楚元和侯兴权将数月精心调查考证的成果分享给到场的专家学者，封开广府文化的丰富内涵被娓娓道来。主题呢，主要就是广府文化的发源，还有粤语的发。这里是封开县南部的江口中学，年过八旬的陈立邦是这所学校年纪最长的老师。同学们，百年会见了。他正在教授的课程是封开民间独具特色的舞蹈五马巡城舞。五马巡城舞主要流行于鹤江流域的大洲镇境内，相传这种民间舞蹈以北宋年间大将军狄青率领石玉等四员大将死守城池护卫百姓的历史故事为原型创作而成，宋朝末年已在封开境内流行。表演时有五人扮演五名古代战将，后有宫灯罗伞助威、锣鼓伴奏，分为开城、点卯、巡城三个部分，表演粗犷激烈、原始古朴，表达封开人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情怀。陈立邦是五马巡城舞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多年来一直有个愿望，希望五马巡城舞能增添现代化的审美元素，得到更多年轻人的喜爱。为此，陈立邦找到了封开县文化馆副馆长许志芳，邀请他一起参与舞蹈的改编。通过翻阅大量史料，二人在保留舞蹈原生态韵味的前提下，将五马巡城舞按照雄风、巡城、沙场、凯旋四个部分重新打造编排，新增了圆形、方形等十余种阵法构图。经过改编了以后呢，我们就赋予了它不同的情节和内容在里面，使它整个舞蹈呢更加丰富了。而且呢，我们也偏进了我们的阵法以及我们的舞蹈元素，使它整个舞蹈
更具有观赏性。这天，二人决定召集江口中学的民间艺术传承队，对新的舞蹈动作进行排练。今次呢，我哋系从头跳到落尾，就算错咗都好，你马上回翻你，你应该去个位置下，我哋唔好暂停噶啦，明白吗？哦，准备。沙场是改编后的舞蹈中动作最丰富、阵型最复杂的部分，表现的是将士出征的过程。舞蹈吸取刀舞、旗舞的元素，并增加令旗和帅旗等舞蹈道具，形成刀光剑影的效果。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舞马巡城舞基本成型。在陈立邦看来，改编后的舞马巡城舞仍有美中不足的地方。为此，他找到风开音乐协会，请当地的音乐家叶志坚对舞马巡城舞伴奏重新谱曲。一段时间的悉心改编后，叶志坚为舞马巡城舞创编了一套全新的伴奏。二人来到当地文化馆，对新的伴奏进行排练。正在排练的是舞蹈第一章节《雄风》的伴奏，用水牛角模拟的军队号角声庄严肃穆，时急时缓的木鱼声尽显军队在战场上进退有度的大气从容。改编后的音乐中涉及杀敌等30多种本土乐器和西方乐器，丰富的乐器种类为舞蹈增添了新的活力。这个舞马群神呢，这个民间艺术，我首先从音乐来改变它，丰富它，我就运用了广东大量特有的特色的乐器，好像唢呐、木鱼啊、沙堤啊，就丰富了它，就将那个舞马群神那个民间艺术抢救出来。丰开县文化馆从广州定制了一批全新的服装道具，舞马巡城舞在这一刻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丰川古城内，经过多次磨合排练的舞马巡城舞终于隆重呈现。鼓声激越，战旗猎猎，精彩频现的舞蹈，震撼壮观的配乐，烘托出一场万马奔腾、气势磅礴的军队出征场面。丰开舞马巡城舞，在全新的改编创作中，重现了丰开民间舞蹈的辉煌。在丰开人的味蕾记忆中，杏花鸡的嫩滑鲜香既是一种人间至味，也是一种家乡的符号。它伴随着每一位丰开人走过异乡的土地，也迎接着他们归乡的步履。年过六旬的黄金泉是丰开县杏花村舞狮队的领头，每逢新春佳节，他都要带着狮队前往各家各户迎新送福。但今年黄金泉早早便将领队的重任交到了徒弟的手中。好舞！作为今年众人推选的主事人，筹备村中大年初五的摆鸡宴，不仅意味着至高的荣誉，更是关乎村庄乡情有目的大事。摆鸡宴是丰开当地大年初五迎财神、庆新年而举办的村宴。鸡与吉谐音，丰开人认为在这一天举办摆鸡宴能带来一年的吉祥好运。举办摆鸡宴，黄沙鲜鸡是一道必备的菜肴。
这片稻田位于丰开县北部的一片盆地之中，黄金泉此行的目的正是为了获取百鸡宴的主要食材杏花鸡。杏花鸡以放养为主，具有皮下脂肪分布均匀、骨细皮薄的特征，数千年来已成为当地人餐桌上的熟客。据《丰开县志》记载，杏花鸡已有2000余年的养殖历史。相传，唐朝状元莫宣卿高中后，把家乡特产杏花鸡带到京都给皇帝和大臣们享用。由于味道鲜美，龙颜大悦，所以宴请必备杏花鸡，无鸡不成宴的典故由此传开。相较于鸡肉的获取，腌制鸡肉所用的特殊佐料白马茶似乎更像一种乡情的点缀。白马茶因产于杏花镇的白马山中而得名，它茶色青绿，味道醇厚幽香，是鸡肉去腥解腻的最佳佐料。百鸡宴前去村中各家各户请茶，茶，茶叶无需很多，却饱含乡邻们最诚挚的祝福和心意。新鲜的鸡肉固然重要，但肥美鲜嫩的黄沙鲜必不可少。一大早，黄金泉驾船早早来到距离杏花村3000米处的鹤江，他要用特殊的工具打捞江中最肥美的物产。与现代船只捕捞作业不同，蚬爬捕捞的收获非常有限，但在黄金泉看来，捕法虽慢，但能最大限度地保存蚬的鲜美。机动艇的马达声太过响呢，就冇乜得嘅，因为你佢震住啲咁个蚬，会搣人啲沙噶嘛，搣人沙之后呢，影响又沙质。点解咧？草住佢着咗水呢，佢好快死亡。冇有冇生长冇有咁嫩嘅，捞上嚟呢，都冇咁好。所以一定咧，你要沿住个野工具啊，拉翻嚟。保持新鲜。大年初五，杏花村的男人们早早开始装饰村中的古宅，迎接百鸡宴的到来。露天厨房内，邻居们在黄金泉的指挥下井然有序地准备菜肴。黄沙鲜鸡作为百鸡宴的主菜，必须由黄金泉亲自烹制。在当地人看来，这道菜烹制水平的高低代表着主事人的诚意。新鲜洗净的鸡肉加入食盐和白马茶腌制，沿着纤维纹理的方向反复搓揉，使鸡肉变得柔软。白马茶富含酚类化合物，拥有一种独特的清香味道。在不断的揉捏摔打过程中，鸡肉的腥膻逐渐被茶叶的清香所覆盖。腌制好的鸡肉用丰开大山里生产的茶油爆炒至表面焦黄，改用大火焖煮20分钟，火候的把握尤为重要，什么时间用什么火候全凭厨师多年的经验。鸡肉炖煮至80%熟，加入新鲜肥美的黄沙鲜，鲜在锅中的时间不超过2分钟，是黄金泉多年积累的经验。这时候鸡肉与黄沙鲜的味道充分激发，口感最为独特。乡亲父老，新年好！我宣布八开宴迎接开启。浸透茶香的杏花鸡，鲜美爽滑的黄沙鲜，成就了丰开人味蕾中最鲜香爽滑的味道。漫长的时光中，大自然赋予丰开人珍馐美馔，丰开人也将对美味的认知倾注在每一次盛大的仪式中。百鸡宴延续着鹤江古村的生活智慧，也凝聚着丰开人的浓郁乡情。
鹤江是一条绿色丝带，舒展在分开的山岭之间，孕育了这里广袤的森林资源。松树是其中的珍贵物产，对分开人来说，它不仅装点山川，更是致富的宝库。清晨，分开县河尔口镇的滚志华早早起床。每年一过四月，滚志华便开始忙碌起来，一把松刀，一壶水，就是他今天上山所有的装备。滚志华和他的祖辈们世代生活在分开县河尔口镇的松林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医药、化工等诸多行业兴起，松枝的需求量急速增长，山上成片的松林成为当地人重要的绿色资源，也给很多分开人的生活带来了改变。滚志华正在采集的便是松枝，它是松树的树枝，作为助汗剂、粘合剂、再色体，松枝在现代工业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咱们说才出这个窑量啊，别人说他这个窑量他窑得比较好一点吗？觉得如果是太平了，他这个窑量窑没那么好。松枝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会逐渐挥发氧化，松枝颜色就会变黄而干涸，加工时得到的松香、松节油产量和等级都要降低，因此滚志华必须和时间赛跑，赶在中午前完成松枝的采收。这个地方这个地，就是它这个水很好，泥土也适合这种树。大自然给予分开人丰厚的馈赠，当地人对于山林充满了感恩与敬畏，他们在通过自己的方式延续这种馈赠。黄锦明是分开县林业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今天他来到河尔口镇，指导农民科学种植松树的方法。在科学的种植和管理下，当地的村民们自发成立了专门的森林护卫队，定期对山林进行巡检。在分开县长岗镇，有一个占地48000平方米的森林航空消防基地，这是珠三角地区的首个森林航空消防基地。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在这个基地中派驻了直升机，用于执行森林航空消防任务。一旦出现森林险情，这些直升机会以最快的速度前往险情地。通过空中运送扑火队伍和空中吊桶灭火的方式扑灭森林火灾，护卫着分开及周边地区大片的绿色森林资源，护卫着山林给予的珍贵物产。在当地人的悉心呵护下，分开县形成了900余平方千米的松林面积，为松枝的采集提供了大量的资源，这里也成为中国松枝之乡。这里是位于分开县东北方向的一个大型工厂，山林里采收来的松枝大部分都会来到这里进行进一步的深加工。张路春是这里的一位技术工程师，每天清早他都会对这里的流水线进行细致的检查。之前松香等制品的生产过程中都是靠人工操作，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的微小误差都会对产品质量产生影响，不同的工人进行操作也会使输出的产品质量存在差异。这套3年前投入生产的自动控制系统是分开县政府联合广东工业大学共同研制而成，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产品差异性和稳定性的问题。自动系统生产出的产品由于编程参数设定是固定的，生产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由精确的系统控制完成，因此呢，生产出的产品它无论是质量还是性能都有非常高的保障。在分开县政府的协助下，当地建立了专门针对松香及深加工产品领域的专业孵化器，
与高校科研单位共同创新，提高科研力量。如今的封开县每年生产松脂达2万多吨，当地3万余人从事相关产业，封开县已经成为粤西地区较大的松脂原产地之一。封开的丰富山林孕育了松脂这种珍贵的物产，它改变了封开林农的生活，而封开人也懂得回馈和保护自然，悉心维护着珍贵的自然馈赠。松脂在细细流淌中折射着封开人的坚守和睿智。封开县江口镇位于鹤江之畔，这条清澈的江流是当地人的生命之河。荣妙华是镇上的渔民，今天他早早地起床前往江心捕鱼。荣妙华打捞的是鹤江中的特产青竹鱼，它肉质极为鲜嫩，并且鱼鳞都可以食用，是鹤江中极为珍贵的水产，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然而这种鱼曾一度在鹤江中销声匿迹。青竹鱼水不清养不大，全靠河江水养。青竹鱼重返鹤江是封开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的结果。这一组珍贵的照片记录了封开近10多年产业的变革。封开山林密布，拥有32亿吨的石灰岩储量，是重要的经济资源。上世纪80年代，大大小小的水泥厂密布封开，运输的车辆造成了大量的粉尘，水泥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进了鹤江，对当地人以及下游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封开县政府关闭了数10个不合标准的水泥厂，同时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封开县的连绵群山之中，有一条蜿蜒曲折的蓝色长龙，这是一条巨型的传送带，长达41千米，连接着封开的矿区与大型的水泥厂。这条全封闭的传送带源源不断地将封开最重要的矿石资源环保高效地运送到加工厂区。尽管这条传送带造价高昂，但是它的建成昭示着封开对传统水泥行业升级的决心。阮家天是封开县一家大型水泥厂的环保工程师，他每天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监控保证这条传送带的正常运行。我们这个传送带啊，主要是将矿区的原料运送到厂区，它是完全封闭的，不会有任何的粉尘污染。相比于这个公路运输呢，无论环保还是节能方面都有着巨大的优势。在政府和科研单位的帮助下，封开传统的水泥厂纷纷进行科技升级。这套纯低温余热发电机组利用摇头摇尾排出的废气进行发电，不仅降低了环境污染，还将废热进行了有效利用。4台余热发电机组可实现年供电量2.25亿千瓦，相当于节约标煤9.6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7.6万吨。此外，水泥厂还利用工厂回收的废渣进行再利用，形成循环发展的良性模式。同时，政府也将这些重点企业的排污状况纳入监管系统，进行实时监控和预警。这里是封开县环境监测执法业务综合楼的监控室。李光夏是一名环境监测人员，他每天都会对这个大屏幕上的数据进行仔细监控。在这里不仅能看到重点企业的排污数据，
还可以看到鹤江水质的监测数据。我们这种实时的环保监控与数据呢，对封开的环境安全来说起到一个保障护航的作用。我们也曾经数次利用这种数据化解了可能发生的污染事故。在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的同时，封开县还积极发展新型绿色产业。这里是封开县月桂合作试验区，在这个试验区中分布着新能源、高新电子、物流等诸多行业，并对能耗环保不符合要求的行业实行禁止入区的措施。这是封开县时代发展的新方向。通过一系列的治理行动，封开山青了，水绿了，鹤江中往日的精灵青竹鱼也回归大众的视线中。近些年，封开县投入大量资金营造生态景观林带，完成40个自然村的生态文明万村绿工程。在县政府绿色发展与污染治理的行动下，封开县成为一座山水灵秀的生态之城。鹤水之滨的斑驳古道上，即使厂房林立，依然鸟语花香。两江相会的广信塔下，即使游人如织，依然层林叠翠。即使在经济发展快车道上的封开，依然保持着最初的那份质朴和青涩。静谧中蕴含着无尽的能量，奔腾中保留着出发的梦想。悠悠鹤江为岭南带来了物产和文明，一座小城为两广对接着海陆的商贸。传承千载的状元佳话，传递着封开人重教兴学的济世之道。激越昂扬的古老舞蹈，腾跃出封开人保家卫国的壮志。沁心的美味中弥散着古朴村庄的浓浓乡情，晶莹的松枝里蕴含着自然天地的造物之灵。鹤江古道串联起中原直通岭南的文明之路，一江碧水承载着东西部协作发展的奔涌浪潮。充满生机的鹤江水为古丝路上的广信重镇带来了贸易与文化，更为新时代的美丽封开注入无尽的活力。